唔係大隻，我覺得你唔得。咁你咪打三條狗啦，大家玩咯。你做人做到咁樣嘅你。最近有网民在 Facebook 群组屯门友上载了这条22秒的影片，说当时他坐巴士由屯门出九龙，有个阿叔因为讲电话太大声，所以巴士司机就停车走过去叫他细声一点，但是怎知就被阿叔反击了。那你咪打三条狗啦，大家玩咯。你做人做到咁样嘅你。我唔系咁样，我唔想咁样，系你多事啊。我都系，我有呢个责任嘅，知唔知你知唔知我有我负责，我都唔系错噶。我听下个电话咋，你影乜嘢啊？这条片引来网民的热议，纷纷批评这个阿叔好自私，留言说声大尴恶，影响到人就不对了，吵着司机揸车，搞到司机集中不到精神，是不是想出事啊？